经过一年多的生态提升之后，新龙湖重新对外开放了。今天阳光灿烂，新龙湖也显得格外的惊艳。这次新龙湖的生态提升，不仅仅是对湖岸地形做了精细化的处理。 对整个湖底也做了地形设计和修复。眼下的兴隆湖畔游人如织啊，非常热闹。从开湖后的人气来看，天府新区的人口再流入几百万势在必行呢。今天公园里面好多人啊，看那桥上密密麻麻的都站满了人。阳光洒在湖面，泛起粼粼波光，让人情不自禁的要去亲近它。哇，湖水好清澈呀、啊！这一刻将身心完全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。 一大片水域出现在眼前，心中的喜悦自然是无法言语的。沿着新隆湖的绿岛，由拱桥点缀其中。这里的步道分为跑步道和游步道，这个跑步道踩起来软软的。对面这个就是中信水下书店，十月三十号就正式对外开放了。今天有好多人在排队呢。弧形的屋顶像一本翻开的书，湖天一色，倒映着蓝天白云，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风景。 里面的玻璃窗是亮点，有一米多植入在水里，水草摇曳，小鱼游动，岸边的一草一木也是经过精心布置的。在这里可以感受公园城市之下的湖畔柔情，在绿荫湖畔散步、慢跑或者骑行，用双脚丈量公园城市的质感，感受这处城市湖泊的大气与魅力。黄湖产业群也将步入发展兑现快车道。 东侧最瞩目的当属建设中的全球首个独角兽岛，这里将打造成为国内新经济第一岛。阿里、百度等十家新经济企业已经签约。在我的身后就是天府新区规划厅，那现在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吧。目前天府新区规划厅暂时没有对外开放的，在这个平台居高临下，视野更宽。站在观景台上，新龙湖的全景尽收眼底。 作为天府新区的生态之肾，新隆湖约四千五百亩的湖面面积，环湖而建的科学城，已经让新隆湖成为成都产城湖的成功样本，正逐渐成为人们心中公园城市的模样。环湖已入驻三十家中资国资企业，约五十家研发机构，一百多家新经济企业。作为成都高精尖人才聚集地，整个区域都透露出一种高大上的气息。 以后在这里享受到的是更生态、更健康的升级版公园城市生活。看到换装之后的新龙湖，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它的风采呢？